好，各位棋友，大家好。那这盘棋是今天七月十二号进行的倡棋杯半决赛第一局，由黑方顾子豪对战白方杨领星。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开局黑棋搓小目，白棋二连星，然后黑棋上方无忧角，白棋小飞挂高拆啊，这个也是一个常规的布局。黑棋左上方点三三，走了一个定式，白棋马上二路一扳再一段定型。 走成一个十字架定式，黑棋小飞，由于白棋左上角争子不利啊，所以说白棋是往这儿小飞补雷手，黑棋回到左下方继续点三三定型，上方飞一手，白棋往这儿一围啊，这一手棋走的还是相当有气势，而且黑棋最好现在不要去出动这颗子，因为黑棋往这儿一顶，白棋很有可能。 利用弃掉上方三颗子，然后让自身加厚啊，这样的话黑棋再打入进来可能就有危险，并且黑棋下方这首点刺现在可能也走不到，因为白棋不可能老老实实粘上，会选择直接把黑棋罩住啊，这样的话黑棋很有可能就损进去了。所以说实战，顾子豪是先脱先往旁边逼住，白棋也脱先。 反匕首啊，这个地方双方针锋相对。关于右下角这个定型，黑棋如果说想简单处理的话，就简单往这儿尖顶完之后再一尖顶，再一跳啊，这个是一个最为常规的走法。我们来看实战，实战黑棋往这儿飞压，这手棋一方面想给白棋施压，另外一方面想要扩张右上方的模样，所以说。 杨立新马上就选择坚冲啊，继续破空，但是右边两颗子现在就显得很单薄。顾子豪马上压过来，然后白棋脱角。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选择小飞进角的话，会遭到黑棋的封锁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变化，黑棋往这儿高打入，然后先手一顶再一长，白棋往上一贴，黑棋冲完之后直接扳头，白棋二路。 由于断点太多，还得继续补棋，这样下白棋可能不太肯。我们来看实战，实战白棋选择拖完之后二路立，黑棋往扎一长，白棋往扎一补。啊 <coughs>，接下来 AI 给出的一选是黑棋往这儿小尖出头，这手棋非常的坚实。而且如果说白棋要是在旁边补一手，黑棋还有一个二路漏的妙手，这手棋。 非常严厉，白棋如果说往这儿虎一手阻渡，黑棋坚顶完之后再往这儿一虎，白棋明显局部还有两个断点不能兼顾，啊，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的选择也很多。实战，黑棋是在二路爬一手啊，这手棋对于角上的味道有一些影响，我们接下来从实战就能看出来。白棋往这儿一补，黑棋直接打入。 这个地方当然，白棋的这个棋形还是有一定的缺陷。黑棋以后随时可以从这儿挖粘，然后再往这儿点方，这个是白棋棋形的一个要点啊。我们来看实战，实战黑棋往这儿打入啊。刚才黑棋二路爬的这手棋就显示出它的妙处了，因为现在白棋如果说想从二路搬了之后再虎，对于黑棋上方这颗子。 眼位造成一些威胁，黑棋直接可以补棋，因为脚上多爬了一颗，所以说现在黑棋局部死活没有任何问题。好，我们来看实战，实战白棋是选择往右边尖顶，黑棋二路立，然后白棋直接二路点刺收根，双方也是在右下角大打出手，毕竟白棋自身也没有完全活干净，接下来 AI。 的一选是往这儿冲一手啊，这一手棋确实让白棋很难办。如果说白棋要是在这儿顶一手，那黑棋往下一起再往上一跳出头，白棋继续切断，黑棋冲完之后二路打吃交换完，再往这儿一打，直接先手活棋，这样黑棋是非常满意的。我们来看实战，还有一点就是，如果说。 白棋要是单退，那黑棋直接盖头，把白棋全部封锁。这样的话，黑棋一旦右下角走后，对于左侧白棋围控也是有相当大的影响。所以说，这个地方黑棋这手棋很严厉啊。实战黑棋往这儿一飞，也是瞄着白棋的一些缺陷。我们来看，如果说白棋要是往这儿冲完之后，直接一扳，想要突围。 那白棋出问题了，黑棋直接往这儿一跨，再一冲，二路断打完之后再一虎，局部对杀白棋不利。所以说，为了防止黑棋这一手跨，白棋先冲了一手，再往外冲，这个是一个次序啊。等黑棋断的时候，白棋再往这儿并一手补断。黑棋大吃啊！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棋要是单长，等于说下方这个断点就不存在了，但是上方。 这颗白子还有跑出去的可能性啊，所以说黑棋干脆选择往这儿打吃，白棋也是二话不说，直接往这儿断打，再一小尖，双方将要在右下角形成一番激战。我们来看实战，黑棋往这儿一冲，再一断，白棋一侯，黑棋再一长，然后白棋小尖出头，黑棋往下先手一冲，再往这儿一挖。 接下来黑棋选择直接靠出，这个地方不能先断啊，先断的话，白棋往这儿先手一贴，再来一个飞风，黑棋这四颗子就出不去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变化，黑棋如果说往这儿一冲断，白棋往这儿一顶，黑棋只有两气，明显不行。所以说黑棋先往这儿靠一手做一个交换，但是白棋在局部有一个挖的句好点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手挖。 首先，如果说黑棋要是往这儿断打，白棋滚包一圈，再往这儿一粘，这个时候黑棋是没有办法封锁白棋的。比方说，黑棋要是往这儿一长，白棋往这儿一跳，啊，黑棋明显冲不断。如果说黑棋要是往这儿跳一手，白棋马上靠出，再往这儿一长，再一冲，再往这儿一冲，黑棋一搬，白棋反搬。黑棋假如说还敢往这儿一断，白棋打完之后，这儿再一打。 再一打，这个黑棋局部直接散架所以说这手挖特别严厉。那假如说黑棋要是往这儿冲一手，白棋直接下方一提，黑棋往这儿断打，白棋一粘，跟刚才这个变化图差不多，黑棋还是没办法封锁。如果说黑棋要是选择上班，那白棋往这儿一冲，再一粘，黑棋断点太多，而且下方四颗子只有两口气，明显也不行。 所以说，在这个地方，白棋只要能走到这一手，黑棋相当困难。我们来看实战，实战白棋选择往这儿一扳，黑棋贴，白棋粘，黑棋下方断打。这个时候白棋没有粘，如果白棋粘的话，黑棋往这儿咔嚓一断。白棋如果说要是从这儿打吃，想把黑棋全部包围。 黑棋二路这手扳是一个先手，再往这儿一打吃也是先手，再往这儿一粘，白棋打吃，黑棋反打完之后再一粘，白棋同样封不住，而且自身这五颗子也无法突围啊，所以说这样下白棋崩溃。我们来看实战，实战杨领新选择在这儿反打完之后直接从一路渡过，然后黑棋往这儿一打吃啊，其实这个棋如果说黑棋要是往这儿断一手。 白棋也有手段，白棋往这儿一打吃完之后，先手一冲一粘，再往这儿一打吃，再往外一贴，黑棋现在没办法切断啊，因为白棋往这儿打一个先手，再往上方一打，局部白棋阵子有力。如果说黑棋要是单长一手，白棋马上往旁边断打完之后再一贴，再往这儿一扳，那黑棋只有两气，显然也不行。所以说实战。 顾子豪选择往这儿打吃，白棋站上，黑棋提，等于说黑棋弃掉这四颗子，然后保证大龙的安全啊。好，接下来白棋往右侧一扳，黑棋断，白棋贴，黑棋一路扳先手，然后冲一个先手，提一个先手，再往这儿一跳，下的特别稳健。如果说黑棋要是往这儿象步飞。 想要大吃白棋，那这个地方黑棋的味道特别不好。白棋以后往这儿点方先手，再往这儿一长，再往这儿小尖出头，黑棋下方大龙还是有一定危险的。所以说实战，顾子豪求稳，往这儿跳了一手，走到这儿右下方的战斗就算是告一段落啊。虽然说这个战斗非常激烈，但是双方还是一个非常接近的局面。 这盘棋还是相当漫长。好，棋友们，我们稍事休息，下节视频继续给大家带来后续的解说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给我点个赞，谢谢各位的支持。我们下节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好，各位棋友，大家好，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七月十二号进行的倡棋杯半决赛第一局，由黑方顾子豪对战白方杨鼎新。上节视频我们说到，在右下角双方进行了非常复杂的战斗。 现在的局势仍然是差不多的局面。那下一手棋对于白棋来说就尤为关键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 AI 的思路。如果说白棋要是担心上方两颗子，完全可以通过进攻往这儿先手点刺，再一粘，多了三颗子之后，对于白棋上方就起到了接应的作用啊。这个是一种思路。还有一种就是白棋由于左侧的防守略显空虚。 所以说，白棋也非常着急，要在旁边补一手。我们来看实战，杨鼎新是直接在上方小飞，想要原地搭眼做活。那同样的，白棋不补棋，黑棋完全可以发动左下角的手段，比方说往这儿大飞一手，白棋从这儿直接飞断，黑棋还有一个组合拳，就是往这儿咔嚓一段。这一手棋相当的严厉。 白棋往这儿一打吃，黑棋也不怕，因为这儿有一个先手断打，再一滚包，再往这儿一吃，不但中央眼位打出来了，而且白棋左侧三颗子还得继续后手连回。这样下，黑棋非常满意。当然，这手棋难度也很高。我们来看实战，实战黑棋往上方一顶，这个时候白棋肯定就不愿意选择弃子了，因为如果往这儿一扳，再一粘。 先落一个后手，然后下方这个绝好点再被黑棋抢到，那白棋可以说一无所获一无所获。所以说白棋实战也特别强硬，直接跟黑棋开战，往这儿一挡，黑棋一跳，然后白棋往上一补断，黑棋尖刺，白棋靠完之后再一粘。接下来黑棋上方非常稳健的补了一手。其实这个时候，如果说黑棋要是下的激进一点， 完全可以先在左侧补棋，比方说往这儿小尖，白棋上方一扳，黑棋一立，仍然不影响左上角活棋。这个时候，如果说白棋要是补一手，那黑棋往下一贴，白棋再往这儿一长，黑棋直接在左边做活啊，这个难度也不高。如果说白棋要是在上方连一手。 那黑棋往左边一路立，形成一个对杀，白棋气肯定不够。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选择也非常多。我们来看实战，实战黑棋选择在上方一连，然后白棋扳啊。这个地方虽然说看上去黑棋联络有问题，但是如果说白棋要是用墙往这儿直接打入，那黑棋就直接穿象眼，再一穿，白棋首先自身要逃跑。 然后黑棋二路一夹先手，再往二路一拖啊，这个棋先手补断，而且可以在旁边做眼，外侧还可以继续跳出逃跑啊，这个棋黑棋不怕。我们来看实战，实战白棋往这儿一扳，黑棋一拐，然后白棋贴下去啊，黑棋先手一打吃，再往外一扳啊，这个棋如果说黑棋要是二路爬的话，风险就有些高了。 因为白棋往这儿先手一补断，当黑棋搬出来联络的时候，白棋直接二路一点刺，再往这儿小尖，再一连回，黑棋局部没眼啊，这个棋黑棋想要做活，风险很高。我们来看实战，实战黑棋选择搬出啊，这个棋也是一个小陷阱，白棋不能断，断的话被黑棋往这儿断打完之后再一拐，白棋这两颗棋筋要阵亡。 因为如果再猴出来，黑棋往这儿一贴，再一扳，显然跑不掉。如果说白棋要是选择在二路夹一手，那黑棋往这儿一一粘，然后白棋渡过，黑棋再往这儿一倒啊，局部直接把白棋上方全部鲸吞。因为虽然说这儿有一个断打，但是白棋封不住黑棋。黑棋往这儿断打完之后啊，白棋一提，黑棋一粘。 白棋只有三气，也是毫无办法。我们来看实战，实战白棋往这儿一虎，然后上方一冲，黑棋一搭，直接出头啊！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要是顶一手，就凑着黑棋的步调再走啊，自身这个联络还有问题，因为黑棋明显以后这儿有一手尖刺，所以说白棋单退，然后黑棋先手一打吃，白棋占上啊！这个地方白棋还是略显委屈。 因为你也不能选择二路夹，二路夹的话，黑棋这手立是一个先手，再往这儿一提，形成一个结针，白棋越走越麻烦啊，所以说白棋还是老老实实粘上，黑棋往这儿一虎，白棋一跳啊，这个地方如果说要是飞手，显然对于黑棋压制力更强，但是自身也更薄，很明显以后上方还有冲段，而且黑棋从二路也可以连回。 啊，这样的话，其实黑棋并不怕，二路可以生根，往中央还是可以继续飞出，啊，所以说白棋干脆把自己走后一点，黑棋也一跳一跳，然后白棋上方直接小尖连回，啊，白棋在这儿下的非常稳健，这手连之后，二路白棋还有一手小飞，啊，这个也是先手借用，我们来看实战，实战黑棋。 直接往左侧二路一跳，然后白棋上方一飞啊，这个是白棋的权利。如果说这个时候白棋发动猛攻，黑棋也不用不用担心啊。比如说白棋往这儿一点，再一贴，黑棋一路立先手，再往下方点刺，白棋一扳往上继续封锁，黑棋其实左侧还可以寻求联络。而且我们会发现，一旦黑棋联络，白棋上下两块棋其实都很薄。 因为这两条大龙都没有完全活起，所以说白棋先往上方一飞啊，但是这手棋也是遭到了顾子豪直接严厉的反击。黑棋选择往这儿一飞，然后再一长啊，这个地方明显是想让白棋在这儿后手补棋。如果说黑棋刚才往这儿一跳的话，那黑棋自身的联络也有一些问题啊。白棋往这儿一点刺，再往这儿一夹。 黑棋往这一跳，白棋再往这一刺啊！虽然说白棋自身也有些危险，但是黑棋很明显，左侧牵了一手冲断，左下角这一块暂时也没有活啊，所以说这样下就很乱。黑棋实战单长也是最为坚实的走法，然后白棋往这一跳啊，这个棋如果说白棋要是贴一手，这个速度就太慢了，而且这个棋白棋还是有问题。 比如说白棋跟着贴，黑棋往这儿先手一长，这儿一断打，再往这儿一拐，直接连通啊！这样的话白棋肯定不行，这个两块大龙还是没有活。如果说白棋要是往这儿虎一手，那黑棋直接先刺，这个是绝对的先手。白棋还不能挡，挡住的话这儿还有一手打吃。白棋要粘，那黑棋往这儿一粘，还是要把白棋切断。如果说白棋要是单粘一手，那黑棋上方。 补活左下角还是有一手虎断啊，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棋只能单跳啊，但是单跳明显这儿还有一个冲断，所以说白棋在这儿问题很多。以后黑棋往这儿断打完之后，再往这儿一小间，白棋拐车也没用，因为黑棋的这手粘是绝对的先手，左边这一块还是要被切断。但是为什么黑棋没有马上冲断？主要是现在就算出棋，把左边这一块金吞。 啊，白棋直接杀黑棋的左上角啊，这个转换黑棋从目数上来讲一点都不便宜，所以说黑棋还是先补活，然后白棋往这儿一挤，黑棋一路力先手，上方继续补活啊，这个时候黑棋还是不能脱先，因为如果说黑棋要是走别的地方，白棋上方有一个一路点啊，这个是绝对的先手，再往上一冲，这个时候黑棋只有一只眼，白棋再往这儿一扳啊，黑棋还是死棋。 所以说黑棋要在这儿顶一手，然后白棋往中央小尖，这手棋是为了补掉刚才黑棋的这手冲断。现在黑棋再这样下的话，白棋往上一搭，那黑棋的这个棋筋就跑不掉了。所以说这手棋也是补棋，而且瞄着黑棋右边的一些保卫。好，接下来黑棋是贴了一手啊。双方进入到中盘之后，下的都特别的谨慎。其实这个棋 AI 认为黑棋可以脱先。 回到左边去围一手啊，虽然说白棋还有搜刮，但是至少这个目数还是很可观的。我们来看实战，实战黑棋往这儿一贴，然后白棋下方一提，黑棋右下角再一爬啊，这手棋也是个先手。白棋如果不走的话，黑棋往这儿一冲，白棋一挡，黑棋往里面一点，白棋不行啊，所以说白棋往这儿粘一手，然后黑棋往上方小飞啊，这个地方。 黑棋始终没有觉得左边比较大因为虽然说往这一拆，但是白棋主要是左下角搬完之后一虎是一个先手啊。黑棋如果角上补棋，那左侧这块空就漏着风，所以说这个也是黑棋迟迟没有在左侧落子的一个原因，还是觉得上方这手棋比较实在。然后白棋，我们来看实战。 白棋上方断吃，然后黑棋往中央一跳，白棋往这儿一补，白棋走到这手棋也彻底消除了后顾之忧。黑棋往这儿一搬，然后白棋旁边再飞一手啊，这手棋也是压缩黑棋的空。这个地方虽然说黑棋形状比较薄，但是如果说白棋要是强行靠进来，黑棋往这儿一切断啊，这个白棋也是凶多吉少，所以说还是要下的缓和一些，往这儿飞手，黑棋小尖。 继续补掉这儿的一些问题啊！不走的话，白棋可能下方还有一手跨断。那这个棋，如果说黑棋要是强行往这儿跨断，会怎么样？主要是黑棋自身联络也不是很完整啊。白棋往这儿连长两手，再往这儿一拐啊，这个转换黑棋肯定不行。所以说，黑棋也是老老实实往这儿小尖。白棋左侧点刺先手，贴一个先手，然后二路立先手。 再把这个左边给挡住，啊，这个地方其实 AI 认为这手棋可能走小了，白棋就应该往这儿一冲，然后往中央去围手，啊，但是这个地方总感觉中央这些选点都比较虚，啊，不太好把控，因为白棋就算往这儿走一手，感觉也是四处漏着风，所以说白棋还是选择二路贴。 然后黑棋下方一冲，先手白棋长，黑棋往中央一走啊。既然白棋不管，那黑棋就往这儿先去围守啊。敌之要点及我之要点。白棋实战往旁边先手一冲，然后往这儿一搭啊。这时候其实是边想削减黑棋的空，边想上方围住啊。其实这个时候，如果说白棋要是强行去破空，就有些不划算了，因为。 被黑棋往这儿一尖刺，再往上一搭，先手，白棋等于说这一块都是单关连回，本身自己的潜力就被直接破坏了，然后再被黑棋往上一虎啊，可能白棋破的空还不如这个自身损失的潜力，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棋还是选择直接往这儿一搭，黑棋长，白棋左下角一路扳粘啊，但是这手棋也是遭到了顾子豪严厉的打击。 实战黑棋并没有选择补棋，而是走到上方这一靠啊，这手棋也是 AI 的一选。确实，这手靠白棋上方这个定型是相当困难的。实战白棋往左下角先手打八，然后黑棋补活啊。接下来从实战我们就能看出来，白棋在这儿有多么困难。好，那棋友们，我们稍事休息，下节视频继续给大家带来最终的冠子战，看看谁将胜出。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给我点个赞，谢谢各位的支持。我们下节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好，各位棋友，大家好，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七月十二号进行的唱棋杯半决赛第一局，由黑方顾子豪对战白方杨鼎新。上节视频我们说到，双方的局势还是非常接近，白棋在左下角一路搬粘，想要先手搜刮，但是遭到顾子豪的反击。实战黑棋往上一跨。 这个时候，白棋已经是相当的困难。我们来看一下上方的定型。如果说白棋要是往这儿一冲，那黑棋一断，白棋长，黑棋往这儿一碰，这个时候白棋的联络已经出现了问题。假如说白棋往这儿一冲，黑棋往这儿一挤，再一挖粘，很明显，白棋这四颗子已经无法联络。如果说白棋要是往这儿一跳， 那黑棋上方一打吃先手，白棋一连，黑棋打吃完之后再一粘，还是先手，白棋目数非常亏损，所以说白棋这手冲不成立。如果说白棋要是扳手，那黑棋可以往这儿飞刺，然后直接冲断，白棋这颗子被切断，这个目数也是损失惨重。或者说黑棋就往这儿先手尖刺，然后让白棋连回。 黑棋再往上方一虎，上方的空黑棋全部拿住，白棋还是不够，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棋已经是非常难办了。实战杨鼎新选择在这儿一顶，然后黑棋下一手棋出现了问题，黑棋往这儿飞刺也是降了不少胜率。AI 认为黑棋就应该往这儿尖刺，让白棋单关连回，然后黑棋把上方的空撑住，这个时候。 黑棋还是有六十多的胜率，但是实战黑棋往这儿飞刺完之后，再往二路一长，这个棋就出问题了。黑棋刚才还是应该往这儿一贴，然后白棋上方二路扳，黑棋把这颗子冲断。当白棋补棋的时候，黑棋往这儿扎钉啊，这样的话，黑棋不但是右边的空守住了，脚上的空也拿稳了，这样的话仍然是黑棋优势。 但是实战黑棋往这儿一长，被白棋往上方一夹，这个时候黑棋的胜率只剩下十几啊，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。白棋这个时候不要粘，因为粘的话被黑棋往这儿一冲，基本上又还原成刚才的变化，而且白棋脚上没有棋啊，这样的话白棋不行。白棋实战往这儿一夹，黑棋一挖，白棋连回，然后黑棋往。 中间一长啊，其实这手棋黑棋还是应该单粘，然后再往这儿一冲，这样的话比实战要好很多。我们来看实战，实战黑棋往这儿一长，白棋先手一冲，再往这儿一粘，黑棋上方一粘，白棋连回，黑棋再往二路爬，白棋还要在这一段试一下黑棋的应手，黑棋往二路打吃。这种走法主要是黑棋自身气太紧。 接下来白棋还有一系列的组合拳，我们来看实战。白棋往这儿先手一冲，然后再一尖顶啊，这个时候黑棋只能老老实实连回，然后白棋往这儿一粘，黑棋挤完之后，右下角一路搬粘。这个时候白棋是选择挡住啊，其实 AI 的一选是白棋往这儿冲一手，右边这块棋的死活并没有什么问题。黑棋往这儿打吃，白棋。 就简单做眼，两眼活棋。然后当黑棋往这儿虎一手补棋的时候，白棋上方这手断是一个先手啊，因为黑棋这儿还有一个倒扑得补上。这样的话，其实白棋先手吃住上方这颗子，目数也并不亏。我们来看实战，实战白棋往这儿一挡，然后黑棋下方单粘啊。这个时候 AI 的一选是黑棋先往上方冲一手。 因为这个都是黑棋的先手权利，然后再往下方粘住。实战黑棋单粘，然后白棋右边二路点啊，这手棋也是一个妙手。黑棋其实现在最好的走法是往这儿去吼一手，白棋先手一冲再一提，黑棋补棋啊，这个已经是黑棋局部最佳走法。实战黑棋往这儿一粘就出问题了。 白棋往这儿先手一冲，然后有一个一路点的绝好点，这一手棋黑棋相当难受。首先，如果说黑棋要是往这儿一双，白棋上方断吃先手，再往这儿一提也是先手，黑棋的目数肯定不够了。所以说黑棋实战也非常无奈，只能选择往这儿一团，但是局部已经出棋。白棋往这儿一挤，黑棋打吃，白棋还可以在一路撑劫。 这个劫对于黑棋来说肯定负担更重，但是黑棋别无选择。我们来看实战，黑棋选择提劫，白棋上方断打，然后黑棋一粘，白棋再一提。其实刚才 AI 的选点是白棋先往下方找劫财，再提劫。这个时候 AI 劝白呃劝黑棋就简单粘上算了，明显认为黑棋全盘的劫财已经不够了。 我们来看实战，实战黑棋往这儿一粘，然后白棋提劫，黑棋右下角一打吃。这个时候，杨鼎新突然发力，选择在上方线一长啊，这手棋紧住黑棋的气，等于说白棋以后一手棋就可以消劫了，也是把这个劫材造大。然后我们来看实战，实战黑棋是选择。 直接提啊！如果说黑棋要是往这儿打吃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白棋往这儿一打啊，以后白棋一手棋能够消劫，对于黑棋来说肯定不行。好，我们来看实战，黑棋往这儿一提，然后白棋上方一扳，这个时候黑棋已经没有办法跟着应了，只能选择往这儿打吃，白棋上方一站上方五颗子直接阵亡，黑棋的目数肯定不够，所以说黑棋全部的希望。 就在于右侧白棋这块棋的死活。实战，黑棋往这儿一跳，白棋继续做劫，黑棋再一提，然后白棋左下角继续找劫材再提，黑棋往这儿一粘，白棋上方一路立。这个时候，如果说黑棋要是选择不应，直接提劫的话，白棋左上方有一个一路点，然后再提劫。 黑棋往这儿找劫财，再提过来。白棋上方一打吃，黑棋只能继续做劫。如果又形成一个劫争，黑棋肯定不行啊。所以说，在这儿黑棋只能老老实实补活。然后白棋往这儿一粘，黑棋再一提。白棋左下角一扑，黑棋再提，白棋再提劫。黑棋左上角一扳提劫，然后白棋选择右边一提啊。其实这个时候白棋的劫财很多。 AI 的一选是白棋往下方找劫财，然后黑棋一挡，白棋再一提；黑棋往上一跨，白棋挡住，黑棋再一提。关键是白棋中央的劫材实在是太多了啊，所以说白棋丝毫不用担心。我们来看实战，白棋往右边先提了一手，黑棋一粘，白棋再提劫；黑棋中央一长，其实这手棋是非常亏官子的，但是黑棋也没有办法，为了制造更多的劫材。 白棋往这儿一粘，黑棋再一提，然后白棋上方一跑，提劫。黑棋往这儿一打吃，再一提。白棋下方一扳，先手再一提。黑棋往中央一挤，白棋粘，黑棋再一提。然后白棋往右上方一跑，再提劫。黑棋中央一挖，打吃再提劫。白棋左边再一扳啊，这个时候黑棋没有跟着应了。如果说黑棋还要在这儿断打，我们来看一下白棋提劫。 黑棋中央一粘，白棋一粘，黑棋再提劫，关键是白棋中央这手粘也是劫彩。如果说黑棋要是选择消劫的话，白棋上方还有一个挖断，再一提，黑棋左边这条大龙还要被切断。很明显，这个转换黑棋不行，所以说黑棋直接在上方一扳，白棋提劫走到这儿，黑棋就认输了。如果说刚才。 白棋选择跟着应，黑棋还是没有办法，因为黑棋往这儿一断，白棋再提劫，黑棋往上方一粘，白棋再一补棋，黑棋再一提，白棋中央的劫材实在是太多啊，这个劫黑棋肯定打不赢，所以说最终白棋走到这儿，黑棋认输，这一盘棋可以说相当的精彩，一直到官子阶段，双方的局势都非常接近。 但是转折点就在于右上方这一块，黑棋的应对方法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导致目数突然落后。再到后来，白棋也是使出了右边一路点的妙手，最终形成一个劫争。但是黑棋明显劫财不够。好，那这盘棋就给大家带来到这里，希望球友们看得过瘾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给我点个赞，谢谢各位的支持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